Ladies and gentlemen, now put your hand together. It's your pass. Let's go. Boom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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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ddy. 表演的非常好，叫 Bombelli。看他们成团到现在，这样一两年多，你是导师是吧？我那时候是助教，助教。他们那个时候事实上就已经是，我觉得是已经原地出道，原地出道了。他们在表演的时候，我真的都变粉丝了，没有什么好挑剔的。说真的，那一个一个介绍自己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希浩利。希浩利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巴努约。巴努约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裴坚。裴坚，漂亮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琪琪。Hello，是蜗牛，我来自印尼的林思雅 Grace。印尼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彤凯琳。凯琳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香兰。香兰，哎，刚凯琳好像唱那个歌，一边唱跳，还有挂氧气。啊，有这个事情，就为什么那首《Boom》吧，就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，因为他的舞蹈跟唱歌难度真的很高，我们刚刚伴手其实在家 Baddy 就很困难，对。OK，OK，要 relax。裴姐，裴姐去香港。
音乐节表演啊。对对对，我们在比赛的期间有被受邀去香港的音乐节表演，红到香港。然后我们也没有，我们很担心，我们大概没有人那种。我们一开始其实很紧张，然后我们很怕说会不会到就想说哦这是谁啊这样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蛮好的是，我们后来到机场就是也有粉丝来接机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样的经验，我到香港的时候哇一排哦，然后拿那个板子，哎，结果都是旅行社。哎，不是啦，哎，真的要讲，我是那个到非洲，他太厉害了，真的啦，连宪哥讲，非洲真的是机场一出来，对，我们这种巨星出来，哎，还没有人拿板子，没有，竟然有拿那个点点的板子，他写陈汉典，红到非洲去，真的，对，我还有照片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真的要接他的，对，他的司机，那个是 leading man， 要接我，当中谁？巴伦乐师，你啊。哦，你是蒙古，他之前有来过蒙古族，是是。表演的时候还有人拿你的牌子啊？有一个粉丝每一次都我们的那个表演的时候，他就拿着会来，然后他就拿着我的蒙古名字的品牌，品牌，牌子名，然后灯牌了，对，然后我的蒙古名字是萨伦图亚，萨伦萨伦图亚，萨伦图亚。안녕하세요，我저는蒙古를사랑합니다。会讲，对，你们带来一段加码的表演 ，smart 好不好？好好加油。The Seraphim 吗？也是哦，因为对对对对，露露也会跳，对，还有看到，我喜欢跳 ，smart 来来 ，Seraphim。这个未来的成绩呢越来越棒，然后在这个艺能界里面留住自己的一席之地，再次谢谢他们。